There's a paper made of power with eyes that can see it all. Cameras to capture your image at City Hall. Realize they listen whenever you make a call. If you want a revolution, I'll be looking. 哇，真的寄来了耶！哦，这什么？元刚的 logo 啊，它是不是一个毛巾啊？它是一个还不错的毛巾啊，有点像小精灵的那种图案啊。终于收到了，其实也不算两个月，一个月，看到没有？谢谢你的支持啊，元刚。然后它这个 PS4 Pro 呢，它是有1TB 的。哇、哦，好重！然后它可以直播 4K 的画质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来开箱一下。哇，好重啊它！噔噔，怎么开啊？哦，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。哦，等一下。哦，打开了，哇 ，PS4 的主机啊，是不是？哇，会反光哎，你还会吓到我自己，我就拿开一下。它这个有三层的哦，然后散热应该不错，后面是这个接线啊、网路啊、HDMI 的插口。然后游戏摇杆的插孔，嗯，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啊？使用指南啊。OK， 这个里面好像是电线吧的电源线，然后这个是。这好像是充电线吧 ，OK， 然后在这个应该是摇杆吧，耶、yeah! ，这个是 HDMI 线接电视的，然后当啦 ，PS4 摇杆，这个是耳麦 ，OK， 它配备跟那个 PS4 一样啊，只是这个主要是这个主机啦 ，OK，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。他那个抽到这个奖品呢，还有这个水，哇，水壶，元刚的水壶，看起来还不错。这应该只是装冷水吧，温水之类的。然后还有这个元刚的这个这个是好像是小精灵的布吧，看一下。不是布啦，就是毛巾啊，毛巾，哇。蛮长一条的哦，这样打开，超长的。OK， 它是这样，哇，这个可以夏天去游泳可以用啊。OK， 那我们 这次开箱到这边啊，喜欢帮我按个赞好不好？别忘了去支持一下元刚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